游戏规则：将手放测谎仪上，同时回答问题，真话会通过考验，假话则会遭受惩罚。我们几位前辈歌手当中，哪一个唱歌最烂？除了我之外。坐，电我吧。对，坐，电我吧。哎，坐。因为我没有说谎是吧？我宁死不屈。我觉得每个前辈都唱得贼好。哎，说说。每次一张口，猜请，心中就出现了那种画面。有的是草原，对，有的是大海，对，有的是侏罗纪公园。时间没有这么长。好，下一题。如果可以给你一个愿望的话，长高。你会长高一点，还是唱高一点？长高，我现在就是因为不够高，所以我想长高。就是因为不够高，所以唱得很高。因为我所以如果长高以后就唱比较低。因为这样换吗？会吗？他已经过了。没电。啊！没电，我知道啊，我配合你的反应啊。老师，把手放下来吧。你最想搭档的新生歌手是谁？除了你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在里面啊。你呢？没有 OK 啊。我不是哦。所有的前辈歌手里面，我除了你，你除了你。哎，不差我的问题啊？那不可以吗？你没有规定啊？谁唱最差？哎呀，都是一样的，有什么好玩的？快回答哦！有什么好玩？谁唱最差？我们还有很多时间给你思考哦。2000 years later， 其实大家都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嘛。我说错了吗？多么寂寞。对，我说错了。哎，真的，真的。哇！真的被电到吗？对啊。真的吗？哇！我没说谎啊，是说谎吗？谎，我没说谎啊。说了呀，那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前辈歌手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？游戏要开开心心玩。唱歌要开开心心唱，结果其实不重要，今晚和我们一起来享受舞台吧。